好，我是艾丽尔。女生们有没有发现，平常上班熬夜、作息不正常，长久下来皮肤越来越暗沉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皮肤也渐渐的失去弹性，甚至有时候早上睡起来发现水肿居然消不掉。今天就要介绍你们一个神奇救星，它可以让肌肤紧致、拉提、亮白三合一的好物。讲讲就是这个飞利浦的净白紧致焕肤仪。这个焕肤仪它具有气压式的拉提科技，配合脸部的淋巴按摩，可以帮助我们脸部代谢掉多余的水分，加速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。一方面藉由按摩可以拉提紧致我们的皮肤，另外一方面角质的代谢可以让我们的脸部更加的亮白。这个焕肤仪呢，它分为两个探头，一个是一般的探头，另外一个是亮彩嫩白的探头。一般的探头呢，它是针对真皮层做使用，探头的质地呢非常的细致，比起去角质的化妆棉更不伤肌肤，适用于更深层的肌肤，适合每周呢使用两次，让脸部的肌肤可以更拉提，更加的紧致。再来，亮彩嫩白的探头，它是针对肌肤的表皮层使用，温柔的去除肌肤上面的老废角质，让脸部可以亮起来。利用真空提拉的技术，加速肌肤更新，天天使用两分钟，可以让脸型更加的小 V 脸。注意哦，敏感肌肤的人呢，可以视肌肤的情况而定，推荐可以每周使用两次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使用方式。首先呢，先把脸洗干净，然后再来涂上一点保湿的化妆水。一手轻拉着肌肤，一手拿着仪器做移动。额头跟脸颊部分建议由内往外的使用。T 字部位的话呢，建议是由上往下。下巴的部位呢，也是由内往外做提拉，每个部位建议可以做2到4次，整个疗程只要2分钟的时间，建议做完疗程后要加上后续的保养，效果才可以更加的显著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